Hello， 各位，好久没有来果园了。我们今天呢，天气真的非常非常好。那昨天哦，昨天预警这边如果看新闻的话呢，我们这边是午后的大暴雨哦，所以天气就是这样子嘛。现在台风天嘛哦，然后结束了昨天的暴雨以后呢，今天老天爷给我们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炎热，热到想要腾扣篮的一个天气。好，所以今天带三宝来我们的果园逛一逛。那这边呢，顺便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我们果园现在的状况哦。好，就是你们看到，就是有很多的酸亚呢，已经在包套子了。那我妈还有洋葱他们呢，现在也在这个正在这个果园里面等在包酸亚。我听到我妈的声音了，我妈在叫我。好，我们那个三宝就先让他们去玩一下。安诺。我们来看一下，林妈妈正在果园里面包套的状况。是哦，哦，你包完了给他喝看呢？哦，啊，这个就是包芒果的状况了啊。这是我们果园今年的芒果。哦，这是我们今年的芒果了哦。这当时预计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快一点？什么时候可以收成？六月中啊，快一点，六月中了哦。然后你看着大大的要不要默默的走过去？大大，过来，大大来耶！啊，大大啊，多多哦，多多跟九九在那边，在树荫里面有没有看到？九，九九在那里？我目测看得到九九啊，青菜啊，哦，吹起一阵凉风了，非常的舒服。好，然后蛮壮观的哦，就是人家说树大便是美，那这一边你看还有很多的芒果还没有包，哦，这边还没有很多芒果没有包。那这个果园里面目前呢，除了我妈以外，还有三位工人呢一起在包。我们来看一下，蹲下来就看得到了哦。远方这里有一位，然后大大你在给我踢头，大大下来见。哇，你们有听到吗？真的收音我不知道收不收得到。还有那个台语老歌哎，哦，听起来很惬意，很舒服。哎，冷掉啊！然后我妹他们也来了，好，他们带着屁桃呢一起进来了，我过来找他们好了。大大给啊，大大来，大大。好。啊，然后这边还有一位越南的，这个是菲律宾的啊，菲律宾的啊，也是来包芒果的哦，你看他。我以为他是穿全黑的衣服，结果没有，他是穿吊嘎，其他黑的部分是他的皮肤。啊，来，我妈叫我带她家来看另外这一边的那个果园。哎呀，那个稳定器里的车道我可以开，你要不要直播你也可以用？很热哦，那昨天的暴雨哦，就是我们看一下我们那个。池塘里面的鱼，我昨天暴雨呢都很怕那个鱼，因为我们这边只有一个筛网了，如果雨太大的话呢，有的鱼就会被冲到下游去。骄傲，很热哦，很热哦。其实我一直在想哦，就是好想要让他们跳到水里面玩水。九九当然不可能啊，但是大大应该有可能哦，大大应该可能可以跳到水里面去玩水。然后屁桃在那边把东西丢到水里面的，他的兴趣，人生最大的兴趣就是上面弄个蛋的最来对了对啊，哦，他丢那个是什么你知道吗？是葡萄，我妈上面这边种的葡萄，然后呢有一些葡萄呢可能掉下来了，你看他去捡那个掉下来的葡萄，然后呢丢到水里面，
一颗一颗丢，哎呦，有品味哦。这掉下来的，啊，其实如果没有用的话，也是放在那边喂鸟了。我觉得有一些鸟会吃。啊，除了葡萄，另外的这个，这温布瓦捡的百香果啊，看这个超好吃。这个之后呢，全部统一弄起来以后，然后拿来做那个百香果汁。小河里面，然后我想说，三只狗怎么跑不见了？你看到没有？这画面有三只狗。豆豆，太热了哦，行，进来，进，走走进。看他们有够懒的，因为天气太热了哦，他们宁愿在下面这边乘凉，也不会。哎、欸，你想堕落好吧？啊，走进。好，哎呦，哎呦，我们运动员多多走出舒适圈了哦。那我们来这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年的果园的目前的状况。我不知道这个叫多还是少哦，但是呢，其实因为今年雨下不多啦。多多来看，哇，还有隔壁果园的狗狗们呢，啊，热烈欢迎。来，我们来，我们进来里面，这里面比较凉，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漂亮的果园。这个哦，蹲下来看会更漂亮哦，你看，超壮观的。这他们，我妈跟洋葱他们呢几个人，在这个果园，哎，包了多久了？我、哦、才把这一边全部包完了。然后昨天又暴雨。昨天我妈跟洋葱他们在这边包到一半下大暴雨，他们赶快跑去那个刚刚那个寮岸那边躲雨。哇，超漂亮的，蹲下来这样看哦，哦，这个好适合拍网美照哦。这边应该也可以拍个抖音哦，我在那边跳舞，你会想象我一个国际网帅站在中间那边跳舞，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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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的哦，这样跳起来应该是还不错哦，性感，啊，好漂亮哦。然后洛神花，然后下面这个是野生小番茄，然后那个茂谷柑哦，好像被我妈撤掉了，收成完给撤掉啊。然后超大的哦，所有女人都羡慕的木瓜哦，这个也没什么好羡慕的，干这个太大颗了，这个都已经下垂了，这是我阿宙的尺寸，以前我阿宙的那个胸部是可以垂到肚子，很厉害。大概是这样哦，就是让大家稍微看一下。那今天的三宝呢，他们没什么活力啊，就感觉因为太热了啦。说真的，如果是我的话，我也宁愿像九九一样，就是坐在这个比较阴凉的地方休息。啊，很热。那今天就简单跟各位分享了一下到这边哦，就是顺便跟很多的就会写信来问我们那个什么时候可以买到芒果的部分。好，我们的果园的芒果目前状况是这样，还在包套，快一点呢，我妈讲快一点大概六月中哦，六月中就可以让大家买得到了啊，非常的期待啊。对，我晚上要煮火锅哦，买几块辣椒等等，我妈的朝天椒非常好吃，摘一些辣椒回来当调味料，好，大概这样就够了。好，舒服，爽快。好了，那其他的部分呢，就交给我妹做直播了。那我们今天高清的部分呢，高清 4K 的部分到这边告一段落。好，我想要来休息一下，好热，真的好热。啊，佳佳，佳佳，要不要吃辣椒？好。OK， 周末愉快啊，拜拜。